好，我想大家歡迎又回到嚟先頭腦解啦嚇，見到我哋好開心咧。咁當然係因為我哋講緊呢個同志嘅生活嘅錢，冇錯冇錯。誒答得啱，同志嘅錢係等同於我哋。直同志的錢，大家都有這個什麼叫直同志呢？上一集講了，我們三個、okay. 但是剛剛觀眾不知道呢，我們今天、這個禮拜的嘉賓 Anthony 九萬位觀眾一起拍掌歡迎、哦、啦文學風 Anthony 啊，厲害啊，是啦、嗯、Anthony 呢就是同志的傳道人，是啦、yes. 傳道人來的噃。我們剛才就講到就說在、同志活動上面跟普通的很多香港的藝術界都是會經歷到很多的這個關於真的funding、yes, 政府可以給到多少錢我們去到做很、多為雖然是為社會的事、但我們都是有這個錢的問題。所以當其時、Anthony 不是喎，唔係當其時啦。我哋頭先係講到就係咧，冇錯，係而家咧。Anthony 係咪全職做傳道人呢？唔係，要揾錢噶嘛，係啦。因為要揾錢啊，所以個故仔係咁嘅。個故仔就係因為頭先都講啦，即係我去 interview 嘅時候咧，佢、就話唔俾宿舍我啦，記唔記得？係。咁跟住咧，我就話即係好冷靜啦。咁我就話我嚟其實咧，即係好似考港姐咁樣講到，即係我的即係即時咧，即時話如果我要搞事咧。我就不會來神學院的、我來神學院呢、就是嗯、想拿這個裝備的、OK 了、就是你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結局就真的三年都沒有宿位、他不給你始終都是不給你、不過呢就、我覺得、什麼前人做事就後人收、因為呢在我之後呢即我畢業那年呢就我知道有人即也都 openly 他自己身份又收了我、不過他都是沒有宿舍的原因呢、就是因為他有 partner 的，因為即、神學院其實就不夠宿舍的、如果你真的有 partner 的話呢就、他就會另外即叫你回家睡，就不會安排到、即分一宿舍，同志呢可以有宿位了、是啊，因為你有 partner 所以、而那個感恩之位呢就是這件事呢是發生在我畢業了之後的、每一年咪有個即係火星星嗰啲即係型嘅，咁新舊生都喺度噶嘛。咁我咧離開咗嗰年咧，有啲舊生咧就拎呢件事出嚟討論，就話咧唔應該，就算 even 對方係基督徒，都唔應該因為佢個身份而唔俾宿位佢。咁即係啲，其實啲同學都好好喎，即係好多時咧，宗教啲同學咧係抗拒同性戀啊，而家佢由佢哋提出喎，個社會唔妥喎，好似我覺得咧係因為即係上帝早有預備，即係其實我入去嗰年咧係好得意嘅，即係我係公開嘅一個啦，但入咗去之後咧唔公開嘅咧亦都有三四個，公開埋係啦，三四個，咁有幾多三十個添？有幾多個人？然後咧，三四個，其實我哋同屆咧應該大概都係三十人到嘅啫，三十人，即係十分一咧，真係好準。咁就喺裏面咧，其實我哋開始咗一啲嘅團體啦，亦都因為即係多咗人咧，好似壯膽咁啊！我哋會寫一啲即係神學，譬如寫性小眾嘅神學啦，譬如即係其實喺我之前咧嘅一年。有個師姐咧，其實咧，佢因為實習嘅時候喺性工作者嘅地方度，即係做一啲嘅，即係譬如紫藤嗰啲咁咧，做啲實習。咁所以佢係兼職關顧性工作者嘅。咁佢會寫一啲性工作者嘅神學啦。咁到我嘅時候，因為我係一個同志啦，咁我又會寫一啲，咁同志神學其實好多年啦。咁我就會嘗試會寫，譬如我寫一個墮胎嘅神學啦，跨性別嘅神學啦，又或者所謂一啲男同志之間有可能即係成日都討論就係。開放關係，開放關係嘅神學啦，咁、即係其實呢啲神學喺外國研究咗好多年，但係我就覺得即係其實我有少少咧，係好似周華山咁，即係覺得點解咁多年之後我哋都仍然因為呢啲嘢去困惑咗自己咧？咁多年都唔開心咧，咁不如我就既然咁多年都唔開心，我就要積極啲去。了解呢件事，你意思唔開心係即係話作為一個同志而令到自己係唔開心。作為一個同志而你知道自己有個同志身份嘅時候，而唔開心啊？而會唔開心，即係覺得佢因為咁講，主流教會其實有好多嘅價值觀話咗俾你聽係 true or false。其實即係你唔知道點解你嘅生命係 false 啦，係嘛？我唔知點解，即係係人哋話俾你聽 false 喎，仲要係 OK。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好 amazing 嘅宗教啦。咁然後咧，好啦，然後咧，第二樣嘢就係、即係當
大家是同志都好，大家都在一個基督教裡面都好，原來你的生活方式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又會被譽為不聖潔。不聖潔。唉，真的，又跟著大家都是同一個身份，那都可以搞到不開心的。那我就會想，那其實我們的宗教是什麼東西呢？即是我是有個責任，在我讀的三年裡面，我未必可以很深入去 detail 上功夫，即是到一個 expert 的位置，但我覺得我有責任去真的要拋個身出來，去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其實我很有興趣，剛才你說三十多人裡面有三至四個同志，只有你一個原本是公開身份進去的嘛，即有幾個是隱藏著自己身份，但是對個宗教又很有熱情，而他本身是不是不太接受自己，因為我都不公開自己，或者基督教都不接受我，這樣走進去讀神學，他帶著一個什麼心態呢？其實呢，很多是很愛神的，有些是，即是譬如聖神學士 Appel 啦，即是舉例，因為 Appel 都可以很 open 的，那 Appel 即是其實他進去讀之前呢，就是因為他一直都即是很慘，他去過主流教會，他其實跟他女朋友成十年，他主流教會就跟他說你要跟你女朋友分手，那當然是喊著魚這樣啦，分手才可以繼續分教會，分手才可以繼續，即是你的信仰才可以繼續持守，繼續那他又跟著去到即是加拿大啦，跟著就去到一些 LGBT Church 啦，跟著就知道原來神都即是 LGBT Church， 即是性小眾的，即是性小眾的教會啦，okay。 然後就即是真的遇到一些牧者接受告訴他，其實神都愛你，跟著喊完之後就回來香港就報讀神學院咯，即他要即他真的 很想知多啲，同埋真係好想去了解多啲，咁然後就去讀咁樣咯。咁即係亦都當然啦，有啲係即係牧師世家嘅，即係呢啲係存在，即係爸爸做牧師，咁跟住希望個仔女去讀。咁其實個爸爸叫佢去讀嘅時候，有可能佢都唔知道，其實個仔女其實係個同志嚟嘅。咁個仔女其實如果係牧師世家咧，相對地，個仔女去讀的時候，佢歲數都會比較小啲，即係maybe 23、24咁啦。即係佢比較難去同佢有一個 bargaining 嘅 power。即係我唔讀，因為我同事即係好難啊呢樣嘢咁樣咯。所以即係每一個人嗰個去讀嘅原因都唔同。咁即係話你話如果係因為係屋企係牧師嘅世家的話咧，其實佢自己未必真係想讀神學咁解啊。有可能他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如果他要跟他爸爸那條路，即是要去做牧職，然後走出來的話，其實他一定要讀神學，這個是一個你不可以避的一個步驟來的，所以他一定要入去然後去讀咯。但當然即神學也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的，即你可以研究即性小眾的東西，你可以說我讀完出來我是研究歷史的都行，即你看看你怎樣 去在中間有走位的，其實都但即當然即每個人的方法都會不一樣。說回現在 Anthony， 你說你是有自己有自己工作的，是不是？可以聽你做什麼？我其實是做 admin 工作的，其實我一路以來都是做 admin 工作的，到其實應該是2000年的時候，因為全球的經濟爆破那時候，第一次被人 redundance 即是裁員，就轉了去做 CS， 但那次的裁員呢，我想是對我自己的精神狀況是有很大的打擊的，因為即我95年的時候呢，即是張國榮未死很多年前了，就已經是有 depression， 那時95年的時候呢，我是試過在我96年那時是在台灣傾出版，那時準備出書，就試過在台灣機場上機之前呢，我是半邊身麻痹，我係爭啲上唔到機，翻唔到嚟。咁翻到嚟之後啊，做曬腦掃描啊，其他所有嘢啦，咁就 check 曬，即係你個 physical 冇問題，佢先至會轉介你 mentally 嘅一啲即係
即係檢查。咁嗰陣時就開始食藥啦，所以就、哦、就到到2000年嘅時候咧，就第一次即係 feel 到咧，我哋80年代嗰批有所有嘅嘢做噶嘛，即係點知道原來個世界變到咁咧，即係出嚟冇人請咁，咁、嗯、就做 CS 咯、嗯。到到其實我入神學院之前嘅一兩年咧，係試過翻發嘅，嗰次比較嚴重嘅，就真係喺張牀度咧，你就係見到個鐘三點、六點、十二點，即係落唔到牀，落唔到牀真係。咁、嗯、咧、其實真係抑鬱症嘅人咧，佢可以自殺死嗰啲咧，其實一般嚟講，佢係真係食藥食到一半，即係佢有能力咧、嗯，去又有咁嘅念頭，又起到身咧，先至會死咯、嗯。即係如果你係好嚴重嗰啲人，真係只可以喐，即係佢冇，就係抑鬱症就係你冇動機去做任何嘅事情。嗯，即係起身我都唔想啊。係啦，都唔想，即係廁所都唔想去，即係坦白啲講真。咁咧就。在我嚟講咧，即係讀完咗呢、這個即係神學啦。咁點解我都要孭住份工咧？就係、是、其實讀完之後，我臨畢業啦。咁我都要面對一個事情，就係、是嗯、即係主流教會我翻唔到噶啦。即係我要接受呢個事情、嗯，主流教會我係翻唔到去。係咩原因你翻唔到？主流教會因為咁講啦，而家即係再多一樣嘢就有電腦啦。即係譬如你知主流教會分好多唔同，即係浸信會咁樣會噶嘛。咁、你。即係傳道人咧，不嬲都宗教唔會嫌少嘅、嗯。如果你係浸信會咧，咪翻浸信會咯，係、嘛？傳道會你翻傳道會你咯。哦 okay. 有乜理由你喺傳道會你無啦啦淹浸信會？唔係冇可能，都有可能會請。嗯嗯、但係咧，正常嚟講，佢都會上網 check 下你有冇啲古靈精怪嘢啊、嗯，或者問下、問下你個牧師，嗯、即係點解佢好地地唔翻嚟你嗰邊，哦、要走嚟我邊啊？你知唔知道你個人走去咁、嗯？即係啲咁嘅係有嘅。咁我個名一打上 internet， 咁差多嘢睇，咁好睇，咁、即係玩完啦。我即係問我一方同志領走，即係已經玩完啦呢個世界都。好啦，咁當呢一樣嘢我要面對嘅時候，我第二樣嘢我就要諗、如果我翻去商界度做、如果我做得幾年之後咧，我嘅思想方式或者其他嘢會唔同曬，我會、我會唔會用嗰種思維去諗嘢？因為神學係一個唔同嘅思維嘅方法去諗嘢。咁我就要諗啊，究竟我要點做咧？點樣唔同咧？你頭先講嘅，你可唔可以 elaborate 多少少俾觀眾，或者都幫到佢咧？你喺當中咁講啦，因為其實我諗唔淨止讀神學，就算你讀社工系或者你讀新聞系都好啦、你嗱，譬如話我而家想報一則新聞。我要攞個結果係點咧？同我點樣去攞個手段係有問題嘅，有關係嘅。即係話我想，譬如話我想攞同志係有好多青少年接受嘅。咁我有可能我開始嘅時候咧，我知道我個佈局會唔同。咁、而當我如果我你可以睇到個神學咧，每一種佈局嘅時候咧，咁、你就會知道其實咧神學裏邊咧係咪有一種絕對嘅真理咧？講緊絕對，其實係冇嘅。即係你從咩角度去睇就睇到唔同嘅嘢係咪？你只有比較真理， okay, 因為成個嘅基督教嘅、你唔好話講同志嘅神學或者對性嘅睇法都好，係、充滿了以前嘅教父嗰、種男性有知識，佢有決定權，乜嘢叫做啱定錯？而女點解女人唔可以做咁多嘢？因為當初決定了正典而決定什麼性是對等等的事、那批人是馬佬的嘛，即是用男人的角度去看那件事，即有可能他未必刻意我一定要令到女人是沒有，即是變了沒有那麼多東西、但的而且確他是佢真係變咗係咁，係佢嘅結果就係變咗係咁啊，係、嘛？即係當你有一個咁嘅思維去睇嘅時候咧，你對人嗰種嘅廣闊同埋嗰種關懷會好唔同，所以正正就係點解我會有啲師姐會關心性工作者咯。如果嗱佢嗰啲就係嘅，翻唔到主流教會死梗嘅嚟嘅，佢都知嘅。即係其實佢做咗同即係關懷性工作者有關嘅，可能教會就已經排斥佢啦。就是死了的了、okay. 即就不可以再 去做小朋友，即性工作者都不得，即不是同志都不得、即性其實是，即我只可以這樣說，性的而且在基督教裡面是一個禁忌，但是一個這個禁忌裡面背後是有很多歷史的原因、而這些歷史原因呢是很多是跟人有關的、而這些人有關是因為當初決定，即人每一件事發生一定有背景、有文化，但係同人嘅決定權咧，亦都係有關係嘅。你咁講咧，就即係好多時可能
現在我們經常都說基督教就反同志啦，就是可能跟一些以前的人他用一個男性的角度去看，看到這件事傳遞下來。剛才你說了一個字眼叫同志神學，其實是簡單講講啦，不用很深，什麼叫同志神學呢？其實這樣講啦，其實很有趣的，任何東西呢都是可以變神學的。神學的意思就是人講緊神的東西就是神學的了，好像我們現在吹緊水呢都是神學來的了。所以呢我近排咧先至有都幾得意，我見到一本書咧叫《星球大戰神學》，咁就真係講星球大戰嘅神學嘅，係啦，即係其實咧我可以講咧，其實神學咧，如果你喺日本啊或者喺一啲我有啲同學咧好中意睇漫畫嘅嗰陣時，佢真係做聖歌傳嘅神學嘅，即係冇嘢係唔可以嘅。咁所即係所以當你知道啊，原來咁你就會知道同志神學咧就係講關乎於同志同神之間嘅關係嘅嘢，就叫做同志神學。咁當然啦，佢講得同志神學嘅話咧，佢梗係for同志啦，即係俾同志睇嘅。對於即係同志嚟講，同志同神之間關係咯，就係即係所以你話其他嗰啲範疇都係即係哦漫畫，漫畫咁個漫畫同神之間關係係咩咧？咁樣樣係啦，即係有可能你譬如你見到一個漫畫，佢講嘅漫畫裏邊有啲嘢，或者個傳統，或者佢涉及一啲咁嘢，我睇到係同聖經好似有關係嘅喎，咁你就可以 establish 啲。即係神學出嚟嘅啦，已經嗰啲。咁、okay. 對於 Anthony， 對於你嚟講，神係乜嘢咧？神咧係 every beginning 就有噶啦。係啦，我哋係佢嘅創造嘅。咁呢一樣嘢係一定係物，即係一定係對我嚟講係一定係絕對嘅嘢嚟嘅。我會唯一敬拜嗰個就係佢啦。咁其他嚟講就係、是、即係。他是一個永沒掌舵於這個世界的神，而且我們會對他是有盼望的。我覺得很老土，但我一定要問的、即你我都知道你的答案的，不過我都覺得想聽一下 你的演繹、神愛不愛同志呢？神是覺得同性戀會不會有問題呢？神會覺得同性戀是沒有問題，是什麼，有什麼理據去支持這個說法？會不會悶的？你簡單講好了，你不是講十分鐘是吧？ OK 三年是可以說到的，因為我最近在天主教教堂有一個普通的、即叫他做普通，就是總之一個神父啦，都講起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講起這個題目，什麼東西都會入了，意思就是說同性戀落地獄，同性戀他沒有用這句說話，總之就是說不可以同性戀的，這樣他就這樣宣揚，他宣揚咯，有些甚至乎就講聖經的時候，你可以同性戀，不過你不可以有同性性行為，即有些好像好像這個我就未聽過，這個叫進步天，我沒聽過，但是總之我這樣說，用一個比較簡單，如果用創世記這樣說，即你知道大部分都是說即上帝做男做女嘛，是不是有個創世秩序在這裡、但是我用一個 interesting 的說法，就是我不覺得創世記是說，即亦都不是我說的，這個這個真的有聖經學者說的，即如果變成好像可以怪獸，不是、這個真的有聖經學者說的，他就是說創世記其實呢他不是說一個，即是不是說一個一男一女的、即是不是阿當夏娃這麼簡單的東西，他是說一個創世的秩序，即所謂的創世秩序就是因為等於每一個民族一樣，中國會有女娲做人嘛，係嘛？如果我是一個神，我要一班人去敬拜那個神，我第一樣嘢我要解決的就是我是創造你那個。如果我講唔通我係創造你那個，你為何要敬拜我？係嘛？如果我喺一個咁嘅角度嚟睇咧，創世記正正係講緊呢樣嘢嘅咋。佢係講緊人同神之間嗰一種嘅關係，而且裏面呢，如果大家真係有時間睇 details 咧，千瘡百孔嘅，即係裏面矛盾嘅嘢。譬如羅亞上方舟，人哋成日話講帶一公一乸啊嘛，你睇曬成本啦，究竟係好嘅帶三對，唔好嘅帶一對，抑或係真係一公一乸？兩個答案你都可以找到，所以即是說你入神學院的目的就要拆解它裡面的荒謬論，我要拆解到，或者我要知道就是主流教會講的這一套它是基礎什麼東西的、有沒有其他 alternative 我是可以給同志知道、如果我有其他 alternative 我可以給同志知道的話，我是有責任去容讓他們去在宗教裡面有選擇咯、即是
我哋成日講話咧，你信即係福音係令人得釋放噶嘛？但係你有冇見過咧？好多人咧翻咗教會咧，翻咗幾十年咧，年年翻個個禮拜翻去都喊嘅，都唔知喊到一啲都唔釋放咧，又好辛苦啦咁。咁我就唔知佢信嚟做乜嘢嘅喎。即係我唔知啊，有可能佢有啲重擔嘅，或者覺得永遠都 fulfill 唔到上主嘅要求嘅啦。我咁樣咁，然後就一路一路咁樣落去咯。咁個福音又釋放唔到你啦，咁做咩？即係做乜嘢嘢咧？即係要諗。不過呢個咧，即係個。咁可能需要啲 new age 好複雜喎，好複雜。咁就有有興趣，慢慢再上網睇下，或者翻下一啲LGBT， 即係性小眾接受性小眾嘅教會嗰啲啦，係咪啊？你都係有自己搞咗間教會係咪啊？係，咁我有單有一間教會啦，叫拿達香港教會啦。拿達香港咧 ，which is 呢個好得意嘅故仔嚟嘅。咁咧，拿達香港喺聖經裏邊咧，拿達香港係一啲好貴嘅一啲香膏嚟嘅。即係咧，簡單嚟講咧，拿達香膏咧，佢貴到咧係一個人嘅一個月嘅薪金咁啦，嗰個年代係，咁咧就講緊耶穌基督咧就臨去釘十字架之前，有個女人咧無啦啦入到去佢嗰個嘅面前咧，用拿大香膏咧就用頭髮去抹佢只腳啊，用頭髮抹，係啦，咁拿女拿大香膏抹佢只腳，咁咧當時間咧嗰啲應該唔戴毛巾，嗰啲你即刻整自己嘅頭髮喎，志恩，準備你係咪準備用拿大香膏？諗緊，咁咧佢唔戴條毛巾啊，唔要手咧，咁咧當時間嘅門。那些的門徒呢就指住那個女人鬧了，就說有沒有搞錯啊，那些香港那麼貴，你用來周濟窮人更好啦，那耶穌基督呢就說了一句說話，他說你們收聲，這個女人所做的呢你們不知道的，他是為我的死亡而做，但是他說了一句呢，這個女人所做的事呢，你們以後傳福音都要傳他的這件事，當然啦，日後冇人傳福音傳呢件事啦，係咪？咁所以我就覺得要 remind 翻大家有呢個女人存在之外咧，其實呢個故仔係講緊對我嚟講，我係領悟到一樣嘢就係、是，當時間十二個門徒咪就係大眾咯，那個女人咪就係小眾咯。耶穌基督就係話俾大家聽，大眾做嘅嘢唔一定係啱噶，小眾做嘅嘢有陣時先係啱噶，即係。耶穌基督就正正在這個故事裏面就是要鬧那群大眾咯，所以我就拿回這個故事出來就成立了這間教會、哇，很有意義喎、啊，聽落嚟，即係都係一個好，即係其實支持小眾啦，我諗下，未必一定係話所有嘢都一定啱嘅，但 at least 咧有個概念就係小眾唔一定唔啱，係咪？係啦，咁我哋因為即係我都係大職侍奉啦，朝頭早翻工啦，朝九晚五啦，好攰嘅，所以我哋就隔一個禮拜四夜晚咧就喺旺角嗰度有聚會嘅。係咪同所有同志就翻嚟嗰個教會啊？定係咩人可以翻？即係所有小眾都可以嘅啦，係啦，普通人都得㗎，係啦，歡迎嘅。咁我哋都有個電話號碼嘅，就係呢個咧6380-1741嘅，係6380-1741嘅，係啦。咁咧就其實就逢星期五晚咧，我就會喺度聽電話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平時咧，你可以上我哋嘅網嗰度咧，就係www.abocabc.hk 個圖畫係咪好靚咧？俾大家睇，個圖畫睇唔睇到咧？睇唔睇到咧？呢個就係嗰個呢個拿大香哥嘅故仔嚟啦，就係個女人就高係啦，耶穌嗰個故仔啦。哦，其實即係都好咧。其實香港咧都好似係咪得一間咧去接受嗰啲性小眾嘅教會？香港而家其實你話對即叫做 inclusive church 啦，即叫包容或者共融嘅教會啦。其實香港如果就咁樣數咧，都好幾間啦。我哋拿大香膏啦，有基因之家啦，有九龍幼靈堂啦，有眾樂教會啦。咁所以 that's why 咧，其實喺幾年之前咧，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幾年之前咧，其實主流教會好反對嘅，反對咧到咧係喺天馬南嗰度咧搞過個音樂會嘅。哦，知道外加外加乜叉叉嗰啲音樂會係啦。against 你哋啊，係啦，係咪嗰陣時就係講緊咧？會唔會研究即係性研究啫？研究性傾向咩歧視立法嗰陣時？係嗰時咁咧就亦都喺俾你傾啊！亦都喺呢個位裏邊咧，係當時間咧就誕生咗咧有一個叫初紅之約。初紅之約咧，其實而家咧就係無論我哋譬如早。即係早一個禮拜啦，有一點粉紅活動啦，拼多啦，拼多我哋彩虹之約亦都係一個合辦嘅機構啦。咁彩虹之約咧，其實而家 under 裏邊咧就係頭先嘅所有嘅
有包容性的教會啦，或者其實彩虹之約就是一個約束，就是這個約咧就係講緊，總之入嚟嘅，無論你係咩身份都好，我哋都唔會因為你嘅身份咧而你會係被趕走啦，係我哋亦都會包容你啦。咁有一大就係教會同一啲嘅機構嘅，咁機構有邊啲啊？譬如有午夜男啦，午夜男係男性工作者啦，有姐姐仔會啦，係啦等等嘅一啲嘅機構咧，佢哋都係即係 join 埋一齊。咁我哋有一啲其實咧開始我哋第一年嘅彩虹之約咧，其實我哋邀請咗李清慈牧師啊，李清慈牧師咧其實是香港第一位按立嘅女性牧師嚟嘅，因為以前嘅香港咧，即係講緊幾十年前咧，女性都係唔可以按立噶，係啊。哇！咁佢好有代表性嚇，係嘛 ？OK， 係啊。不過頭先你講咧，其實我覺得好基本啫喎。我俾你翻我間教會，同埋我尊重你，咁樣都要去簽名。即係我覺得啊，有時好似聽落係有啲坎坷嗬。即係呢個好基本嘅原則嚟嘅。我諗當事人先至真係感受到啦。但係即係係咯，即係聽上去就已經係就係話個社會上，我諗。不是只是特別是香港社會的，但香港社會也都是啦，即係好似呢咁多呢近年啦，或者都係講，因為我哋真係好細個嘅時候咧，都唔係咁樣嘅情況嘅，就係話咩情況就係即係好多嘅紛爭啦，好多嘅糾紛啦，即係好多嘅唔接受，亦都有好多排斥咁樣對抗啊，係啊，對抗同埋排斥啦，即係所以形成就唔和諧啦。咁裏邊其實根本上就係有好多人為嘅批判咯。我自己咧，你就中意拿達香膏啦。我自己咧喺聖經裏邊咧就好中意一個故事咧，就係話嗰個妓女行出嚟咧，啲人揾石頭掟佢啦。咁耶穌就話即係邊一個冇罪咧？呢一樣呢一樣嘢反而係我自己覺得好深嘅，係啦係啦。我自己睇聖經咧，我就覺得最重要，因為正如 Anthony 所講咧，好多時係個牧師講俾你聽啲咩，係佢嘅演繹嚟噶嘛。所以我覺得聖經最重要係愛同埋公義咯。只要嗰樣嘢係有愛同埋你做到公義嘅，我就覺得嗰樣嘢係好事嘅。即係唔係你話俾我聽嗰樣嘢啱唔啱啊？而係佢合唔合乎到愛同公義咯。所以有時咧係困難嘅，即係唔好話係傳道人或者牧師啦，咁佢哋都係人啦，咁甚至乎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周先生咁先算啦，即係喺呢個 New Age 裏面都有好多老師，好多好多老師，咁亦都有啲真係亦都出嚟係俾好多人攻擊，即係話佢哋即係去到特別好似要去揾佢哋嘅不是咁樣咧，咁但係其實佢哋都係人啫，佢哋點解甚至乎如果佢真係錯嘅時候，係咪都可能發生嘅喎？咁所以你話即係點樣可以真真正正做到啊包容共融咧？呢、這個方面 ，Anthony 有咩睇法咧？真正做到包容同共融，其實作為一個牧者咧。其實作為一個牧者，我去到而家咧，我真係要好由心去講一樣嘢就係，其實牧者可以做到嘅嘢真係唔多，但係咧可以同唔同嘅人咧去陪伴佢哋同行咧，先至係重要。你問我咧，上帝俾每一個人嘅功課都唔一樣，佢俾你嘅同你俾我嘅都唔一樣，但係點解會唔一樣咧？我都真係唔知道，但我可以做到嘅就係我話俾你聽，其實。你可以在有什麼選擇和你應該怎麼行但 anyway， 我諗神都一定係同我哋同行嘅，係嘛？呢個好重要啦。係啊，神係同我哋同行啦，同埋我諗有時可能根本上就可以係好簡單，即係譬如好似喺基督教裏邊啦，咁神愛世人咁先算啦，就係呢一句咁簡單嘅。愛所有人，當然包括同志朋友啦，同埋所有嘅性小眾啦。神愛世人啊嘛，咁同志係咪世人？你咁講，梗係啦。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有呢個智慧呢？亦都係要憑藉自己咧，不停。咁樣樣去到同神啦，即係你心目中嘅，無論你係任何宗教，去建立嗰個關係，不停咁樣係真係即係鍛鍊自己咯，我相信係啊。咁無論點都好啦，我哋喺呢度咧，今次藉住呢個機會啦，真係係啦，好祝福咧香港嘅同志啦，或者係嗰個同志嘅宗教嘅工作者係啦，滿滿嘅祝福，希望佢哋咧嘅路咧係行得順利，從而能夠將利用佢哋已經有嘅一點嘅power 啦，其實都係一種 power 嚟㗎，係啊，咁就能夠幫到更加多嘅人。好多謝 Anthony。謝謝
係 ，thank you， 多謝你，多謝大家收睇，好，拜拜。驚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